祝天地好。水啊！哎呦，好啦，你卖咧一直看，我会歹势啦。正经你唔敢穿衫，拢好看。迄嘛是火姐搞紧啦，好啦，今仔紧出发啦，较早去哦，咱较早转去厝。来，等下。你以前安尼敢啊，甲检查你物件？哈？你等我者。啥货啦你？吼！出头听者。送我啥？嗯，看得真。王冠廷，这买啦，这想要搞掉啦。你心贪袂记诶，你即马是总经理夫人，那是我王冠廷的宝。佮再讲我这个手环，玻璃基础啥，多好，做输袂。来，我替你挂起。是做素配的，总经理就疼小夫人的哦。好，行。嗯。对了，慧姐，资料爱记啥？好。介绍你介绍咧，你真了安怎？告诉你，哦，你帮忙讲下一个好话，啊，这药若无签到哦，我公司规乖乖的啦。王总的同事介绍哦，老总的啊，你嘛介绍一个话，皮胖一个啊。哎呦，拜托的，你种钱哦，赚到几处金啊，你嘛分我红毯。无人在嫌钱多啦，希望你哦，介绍一个赚钱的门路。哎呀，我若参像安尼哦，做啥赚啥，我早就已经退休，存毛游山玩水啊。老婆，你跟着我。阿公，我把肚煮了，搞到去吃一罐物件。啊，你不是讲你最近在做啥生活？好啦，行行，不过今天较慢吃，菜嘛。等你。拍谁？在家物件真好食，干那顾家己食，互翁婿遐尼辛苦伫面对客户，哪会好意思啊？小叶姐到底凭什么当嫁予总经理遐尼好个查某人？哇，我认识朋友，我拍只招呼。哇，你当个好，来者，来介绍一下嘛。你是最近有名的 IF 产品设计奖得主石先生对吧？哇，小王大名哇！哎，咱底层酸菜多料理真的是我的英雄。阿廖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富贵建设的总经理，我叫黄冠廷。林总哎，你好，我嘛是小王大名啊。我最近刚参加这个商会，就是人家提起你这个人非常有义气，而且哦，足介意有钱财做位谈。石先生你好，我知道你对产品的设计真有发挥，而且对建筑的设计也有涉略哦。若是有机会，再阁邀请你来阮的养生村看卖，给阮一寡建议甲指教。遐有啥物问题？林总诶，这位敢是你的夫人？看起来这么水，阁这么有气质啊！石先生，你误会啊啦，这位哦
是我的秘书，我太太在那。小燕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某蔡小燕。小燕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店给你提起的，给你调整的这个菜子，谢谢。石先生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小燕啊，你是不是给我送回去啊？刚刚吃到伤胃着急吧。可以啊，你做那遐个酒档的嘛来呢？啊，恁大家咪做啥物见面面？哇，我听讲酒档的公司啊，最近开真侪时间去研究 AI 对建筑的帮助，而且会当省下真侪人员甲成本。林总诶，你是不是应该去遐拍一个招呼？啊，那是当然啦。活该。当时开开啊！哪样嘞？啊！拍死拍死！拍死！我唔是超工的。我得看你个会当挂更少。先生，歹势啦，我无毋是了刚诶。我知啊，你最近要开新店，拄好叫水破掉，你这个叫做遇水则发，你要发啦。好，我们家妹子。歹势啊，各位，啊，因为我某伊这衫哦，拉链上扣歹去，搁再讲，伊这个美白的，我这人才会当上。哦，林总啊，你真真保护恁某。哎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啊，你把你刚讲要保护的某，你来等伊哦，让你太太过算过。老公，实在啊，还你无面子。哎，没什么面子，不过大家还是欢喜的呀。好啦，就拜拜。你今日来，不是特别为着要找水当？对啊，你跟伊讲啊，无我家己当转去。哎，没，什么时阵我要家己面头拢有啦。上海电话是你，才好。对啊，慧姐，我来讲，小丹伊买一组衫，去保养，这是先生，而且你个台讲哦，我甲小叶要先转去，而且我当来餐费我出头，才好。拍摄麻烦你啊，妹。原本想要让小叶姐感觉更小，想不到总经理却伫进来面头前晒恩爱。